夫妻怎么会有欲望？有欲望多可怕、啊！就一季做一次，不错，这样就很好了。我有一个闸门，就是因为我那闸门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就会不想要再做爱，因为我的性爱呢是为了要繁衍下一代。在此跟老公喊话，没事还是不要找我，看我心情好再问我。我大概就是季一季一季吧，人家不是有季经吗？就是一季来月经来一次叫季经，然后我可能就是季爱，那边很多读书人，就一季做一次，不错，这样就很好了。我就觉得，就从我有小孩之后，就非常不喜欢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上人类图的课，人类图老师就跟我说，我有一个闸门，就是因为我那闸门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就会不想要再做爱。因为我的性爱呢是为了要繁衍下一代，那我的下一代已经繁衍完毕之后，我就觉得哦可以收起来，就是两个人就是小孩都跟我们睡啊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到有那个欲望看到对方想要把衣服脱掉、啊、他已经没有欲望了，没有，夫妻怎么会有欲望？有欲望多可怕、啊、因为我跟我老公有点阿弥陀佛，就是有点都想不到那边去。我想我离上一次发生关系可能又超过两个月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慢慢来。在此跟老公喊话，没事还是不要找我，看我心情好再问我。那不担心他去找别人吗？不会、欸，我在这里他去找，我也不想。当然不行啊！就我对我们的感情很有那个，很有信心。